筒哎、欸。啊，对啊，就只能哈记来了、啊欸。再往前打。好多野人呐、啊！没有，我在外面应该不会卡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行，我想要你。救命啊！我被野人围剿了，好可怕、啊！等下，圆圆在上面吗？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。哎、欸，小雨，我们去救他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好可怕，好多野人、啊。蓝色旗子，蓝色旗子，我们去救他。我们有点远了、哦，我们被路带，我们被路指引开了。被路指指开。对，我们跑到一个大雨，对吧、啊？很多布哦，好爽哦。哦，那往下吗？确定往这边。有天耳。而且往下还那边那个那个门先。圆圆撑住，撑住，我们来了。这个没东西吧？木板啊，木板。我没体力了，等一下。那先看木板，看一下是不是、哦、没有？好，那就下去吧。啊！我开始抠血了，我开始抠血了。哦，你好多只哦，圆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的护甲没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是光头女生啊？超多的，有男的，哇！还要而且这光头女生是穿黄色的裤子，这代表什么？是一个，啊？我都不是黄色裤子啊，我都是蓝的。真的、哦？太多了吧？应该会有，超多的。这里有十字架，拿一下。没体力了啦！哎、你们体力好多、哦。哎砍一砍要休息，对吧、啊？还有吗？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啊，我差点死，快死啦！干嘛啦？还站起来嘞？上面有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先回个血。哎、欸，太多了，这边好多箱子啊，超多。这里也是要潜过去吗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这里潜水衣在这里。好，好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终于，谁对路比较熟？找到了，我蛮近的啦，蛮简单的，而且没有什么怪、欸，是又来了，哎、欸，要醒了，没有，这爬起来了，下去，干嘛、啊？躺着，装死要装枪一点啊，不要起来了，太好了，这么多胶带哦，潜水可以和手电筒，哎呦，是啊，是不是我没死透的啊？对啊，我听到声音，可是这么多胶带、欸，上去吧，爽了，是你吗？好，我可以保护。我怎么解除它啊？我不想穿它哎、欸。右键，右键。可是我按右键没有用哎、欸。有啊，你脱下来啊。哦哦。右键就可以了。它不会显示，可是它。哦，好，走吧，我们换人吧，换人吧。换人了，换人了。走，我们去蓝色旗子那边喽。蓝色要换人了，要换人了。下一批，下一批。第二批这个不好意思。这个体验营，这一批体验营。体验营。没有啊，可以啊，你没有啊，你们刚四个人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是四人小队才能下来，真的是四人副本哦。对啊，四人副本。所以等一下换人带我们。嗯，换人带你们。我们需要有队长啊。对啊 ，Captain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看到了。完了。他好红哦。对啊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是魔族问题，就是你杀其他路的话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快？对。他没跑。他直接就站着让我砍了。有时候他不跑的时候，哎，小雨，好、哦，砍他，冲！那都是回头就看到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。死了！哇，最会砍路比的、欸，真的砍路大师。哎、欸，他这边另一边有路哦、喔欸。你们还在往上爬是不是？对，另一边好像还有路哎、欸。我偷偷看一下就好，偷偷看一下。玩具在哪里啊？你刚说玩具在哪？你要怎么团团 ID？ 那是你下来的附近吧？看一下，团团 ID 是在那边诶、欸。哎、欸哦，是这个吗？这里可以进来诶、欸。为什么你这在这么远的地方啊？他不用爬，他直接就可以从一个缝缝穿出来。所以我们从团团那边就可以的喽。对，你可以去你那边吗？你可以不用，对，下去厕所。你可以不用一定要爬那个很烦的绳子、哦、用走就好了吗？对，其实用穿缝缝的就可以进来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个男性女玩家在尿尿。好，那哎、欸，那我先出去啊，我先出去。你等下在那边等我们啦、啊。对，我在这边等你们啊。嗯，你们这应该是野人进出的地方。对，哎呦，附近有哎，野人马上来看我。管理野人进出的地方。对，在窄路中。你看那边有只野人。他还没死，我看到就跑回去了，我的妈啊！冲回去了，哦，死了，
好好玩哦。还想爬？对啊，也想爬、欸。可怜，声音也真的很可怜哎、欸。如果这个一个人玩的话，一定很难死。对啊，很难死，很好死啊。很容易死，很容易死。哦，真的有洞。喝个水。算是他们一个小营地。哎、欸，走，小雨。嗯。去那边，那边发现有更路的近，更近的路。我就另外找。路要多路。是多想要路啊！哎呀，刚刚路都送给你们了、啊。那我刚刚应该把那个蓝标拆掉啊。吓死我了！吓不吓？算了，改这在这边吧。我看起来像怪一样。哦，这里吗？那我把蓝标改这里好了啦。那谁要带我们？谁要当我们的领队？对啊，等我一下哦，不然就我去啊。如果没有人要进去的话，等我。但是我要做个东西，好吧？做个标记，标记做好了啊。好了，快进去。导游啊，没有人进去啊。导游，他们不想再体验了吧？这一拖比较简单一点，感觉只有我不能进去。对，如果我们进去，然后你没进去，会发生什么？不知道，你可以试试看、啊。全部人都进来，然后只有你没进来。试试看。霸凌房主的游戏、哦，真的是霸凌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在外面也会那个。啊啊啊！不行，我是有，所以你也可以进来，没问题呀、啊。对吧、啊？就是不要超过四个人。嗯，就是四人本，四人副本。算了。然后嘞？在哪里啊？都不。你这边走过来，还是团团你要背对着走，那才有印象。背对着，哎，这边你们都拿一拿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刚刚下来的地方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这边，哎，我钱又可以再捡一次。这边你可以拿，这边可以再拿，这边再拿。我刚才钱捡过一次，现在可以再捡一次。哎，好像他到底想捡几次？里面刚没人，所以就被重新生成。好多钱哦！哇，刷本了，哈记。这边也可以拿，刷副本了。哎，这边有玩具，这边有玩具。有，我刚刚玩具我拿过了。阿弟刚刚有拿到玩具吗？有。有啊，我要合成一下玩具。好了。哎，我可以拿玩具的第二次哎，为什么？哈？哇塞！你刚刚是没拿完吧？你要发现底线有很多。我刚刚看过一次了啊。哎，那你可以帮他假装装两只左脚。我也再拿一次啊。可以装两只左脚。好，你那边都拿完了吗？拿完了，来我这边，跟我走。点个音乐。走，向前走，这边穿过去，嗯，再继续走，往前走就会看到了。往前走，这个吗？没有，这边，然后呢？我抬到了一个，不是啊，这边下去，这边下去。怪哦，怎么突然多一个尸体出来？我觉得你越在扛啊！啊，走路小心哦，你们不要八股过头又摔下去哦。走这边，差点过头、哦，我在看聊天室。行，杰克怎么办？没有啊，我们就这边先做个路标啊，等人带下来 啊。而且这里也不能全部人都进来啊。对啊，欸、对呢，杰克来就是四人了呢。这里你们记得拿一下哦。哦，下去也会累啊、哦。我又。呼吸器，对，氧气罐也要拿哦。哪里？哎，你们走太快了吧？这里，你冲太快了吧？这边好多氧气罐，可是我拿不能拿了。我也是，我拿太多了。这个人很缺氧哦。嗯，这个很缺氧。衣服在哪里？在旁边啊，在房间脚下那个位置有个呼吸器。嗯。啊，他哦，超大。他不潜水服，他是潜水服啊，对不起。它就呼吸器而已，就是呼吸器啊，就是这个，对啊，就那个，就是那个而已。哦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拿到氧气罐就这样子，哎，它就可以补充呼吸器的。哦，对啊，好啦，那上去吧。我觉得他这个姿势好像是被呛到还是什么的，噎的。对啊，有人叫在门口盖陷阱。哇，很快啊！对啊，我们有两条路线，你忘了吗？然后结果你盖好了有没有？我们就在你后面说，哈金在盖什么？有没有？然后踩陷阱，自己踩下去。好，上来，让杰克单刷四人本也可以啊。因为里面没东西啊，还好。
对啊，其实里面没有。下次来搞不好、啊。准备踩到了，然后我，我自己找自己着火。这箱子都重置，都可以刷布哎、欸。嗯，可以刷材料啊，这里。对啊，虽然布本来就不缺啦。我布已经有快两快300了吧？对啊，看一下，这布超多的，270，好多布布布布。啊，这个回程的路你们自己走，你们自己走哈，你们应该自己走。你要继续探索，对啊，我导游走掉了，我先行一步啦，先走一步了。这个导游这样子不行啊，导游直接收钱就跑走了啦。我地上捡到一个小朋友的画、欸，你们导游也是，哎呦呦呦，捡到了那个的。小雨，你有捡到吗？啊、这里，这里有这里。好，我在跑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那个你们，因为还吃腿，你们呼吸器的走回来的路上，你们有捡到十字架吗？什么十字架？没有。你刚刚没看到吗？没有。嗯，导游又没跟我们介绍。我现在才想起来，都要回去了。要我去拿吗？在哪里啊？在那个下去下刚下到那个地区的时候。呼吸器那个地区的时候，可以那个最窄那条路上。嗯，导游懂做人的导游，导游忘记了一下，导游行程都忘记。好了、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下次跟杰克再来的时候再一起去拿了。哎、欸，你不是来拿、喔？我怎么要下去了呢？我也要下去。那你跟杰克双刷吧，双人，你们两个自己双牌副本，双牌。我们等一下如果来双牌刷副本，里面怪重生了怎么办？你刷一个叫啊，很多、啊，一个叫一个打，叫的那个可以弹怪啊，有没有嘲讽？叫，而且两个都在叫，对，两个都在叫啊，没人打。哪边啊？哪边？你说下去那一层，然后嘞？我们下来了，然后不是有两个石头最窄那边地上就有这里哦，两个石头最窄吗？来，我们地毯搜索。我拿到是刚下绳子那附近，架绳子附近。对，你不是到那个吗？欸、这里。哦，看到。哦，耶稣哎，耶稣。好了，飞回去了。好了，那小雨，我跟你讲副本攻略，你下来最下面之后，你低头狂按一。就有对，那个其实藏得蛮隐秘的。这是副本攻略哦。嗯，刚不是说有乘客啊？对呢，乘客是在另外一条，对不对？没有吧？你们刚刚你们刚不是旁边看到一大堆吊着那个在捡钱的时候，你们那个不是就已经结束了？哦，那就是哦，捡钱的时候就结了。对啊，那一些吊的全部都是乘客啊。我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都没看到，你明明没看到。每次那个乘客你就在那边打沙包不是吗？没有，他要吊钱啊，你就是为了要刷钱。你在那边搓哦，有钱当然捡、啊。你走这吗？你走反了吧？没有，我看到里面还有东西。哦，哎、欸，又有手电筒，是哦，手电筒做工用掉了。哇，这个游戏真的玩到后面会越来越多东西啊，好恐怖哦！你说包包打开，嗯、对啊，超满的呀、啊，到底怎么看可以装那么多啊？我都想把骨质棒给丢掉了。嗯，就丢掉不会不省，又不会多空间出来。好喘啊，好喘啊，真的啊，要回家了哈。我要让他喝个苏打水，不然好喘啊。我要带一个鲨鱼头回家。哦，原来你重点是应该要带鲨鱼头。对啊，等我，怕你晚上会做噩梦哦。嗯，晚上梦到野人敲你门哦，而且是光头。哦、这个是有会啦，而且他住四楼。光头住四楼，你是不是骂到你自己了？是说谁啊？原来是骂到自己了，哇，这糟糕。是不是他头长得像番茄？哈哈哈！哎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刷完了。哎、啊，你们先走了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啊，冷冷冷！看到。你们在啊？我在升级我的武士刀。走吧。武士刀可以升级哦。哦，毒的吗？毒的，我在弄。武士刀可以吗？哦。可以升级成毒的，可是毒的，毒的武士刀是不是短时间而已，还是长时间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知道是不是永久的而已，嗯，不然就是砍一刀而已，不然雨燕借我砍一下，看你会不会中。靠！喂，你试试看嘛。不要，
我现在护甲值是零哦，不要砍我哦。就是零，就是因为护甲值零才可以砍啊，因为这样你就不会耗你的护甲。太过分了。他等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在忍了。